沈德茂回国乡长新乡镇以人为本。2019平安顺心门帖征全国设计好手，农村再生成果开幕，永续发展全民行塑，人大资讯捐富康车，送暖盛方剂。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这一节的国语新闻。新闻首先来看到，县议员沈德茂以无党籍回国参选五节乡长，并以将近10000票的成绩胜出。从政25年的他，当过了2届五节乡长以及4届县议员，再度入主五节乡公所。他强调政见要以人为本，才能充分照顾到五节乡亲的需求。五节乡从83年担任五节乡长算起，沈德茂从政25年，当过2届的五节乡长跟4届的县议员，这次以无党籍回国参选五节乡长，在4位候选人当中脱颖而出，再度入主五节乡公所。而他非常感谢乡亲的支持，强调政见要以人为本，落实老人跟幼儿福利，包括生育津贴跟免费巴士等等，照顾五节乡亲的身心健康。非常感谢咱五届乡亲，给我这个机会，会当够转来五届乡来施政。我认为五届乡未来的工作哦，是应该以人为本，就是咱心愿就行，量力而为。未来爱买这个社区巴士，是康复巴士，老人的用餐，这个去给医生看，咱来给他帮忙。福利的工作，咱希望讲咱的福利，生子了后，咱希望给他给补助，囡仔。是一个国家的公共财，咱一定爱家多帮忙，和家庭减轻伊的这个支出，所以咱应该给囡仔做一个补助，补助2年，咱未来希望一个月头1000块的这部分来帮忙。所以咱希望讲，公所未来爱做一个全民这个清洁小组，甲环境保护的一个小组，安尼工作。第五，咱有少年人会当真平安、真顺心出外咧拼经济，来维护你家庭的生活与安定。看到县议员沈德茂当选五节乡长，五节乡代表会主席沈信雄十分肯定，也期待他好好建设五节。而沈德茂则是表示，除了会持续争取建设以外，路平灯亮、水沟通都是民生大事，会在公所成立单一窗口为民服务。公所一定要清廉、爱施政，大家人爱真拍拼。真努力来个行政效率做好，这个工作绝对袂使人来申请代志，袂一直一届一件、一届一件安尼来去叫人改善还是补件，这后届爱做一届改善，做一届处理就好，爱个行政效率啊做好事。咱地方的道路、平、水沟通、路顶道这3项工作，咱来设单一窗口。因为这跟咱的生活息息相关，跟咱出入诶安全非常重要的工作，咱拢一一啊爱来给做好。恭喜我们沈乡长哦，再次重返我们五节乡公所来执政哈，他肩负着我们所有五节乡民的期待，在这边除了祝福他以外哦，也来代表我们乡亲，就是说能够尽速的落实他的政见啊，改善哦地方。一些建设啊，还有老人好富有长照的一些生活。新员沈德茂拥有丰富的行政资历跟问政能力，能够完整掌握公所运作。他认为过去的五节以建设为主，现在则是要回归以人为本，才可以充分照顾到五节乡亲的需求。宜兰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报道。还有县议员林习明接获了民众投诉，表示县府为了整修复兴路的人行道，计划要迁移种植多年的路树，还特别前往现场关心。而议员是表示说，城市中的树木养护不易，更何况这些树已经存在40-50年，也没有影响到通行，为何要迁移走，实在是无法理解。
宜兰市复兴路两旁原本有许多路树，不过县政府为了进行人行道环境改善工程，计划将路树迁移他处，有部分市民无法认同这种做法，便打电话向县议员林希敏来投诉，而议员一接到电话也马上赶到现场来关心，为路树请命。福音路一段这个啊，咱宜兰县政府哦，人行步道去整建的工程当中哦，本来这树啊吼，较早拢留着拢真水，拢超过三四四五十年有啊，四五十年啊，有树啊，有这个遮水，大家都看吼，你都看遮水吼，伊把这树啊拢甲抠起啊，要做人行步道吼，啊，较来另外较来建，我是感觉这非常的不对啦吼。本来咱县政府是富庶富庶啊，市区真正要有树啊，遮水遮大丛，无简单，照你这爱留起来吼。啊，不足的部分来补，安尼才对。伊把这树啊、等樟啊，尤其樟啊吼，互因路口的迄人樟啊，看有多长。迄人樟啊有四五十年啊吼，迄樟啊要拢来溜溜起来。你啊想啊，也无影响咱的住户，无影响啥人吼。啊，交通诶，视线啊拢同款。其实迄拢要保护起来，袂使甲溜溜掉。这是政府一个政策讲。咱市区真正吼，要找到讲一个有一个树啊，树木遮水也无简单。即摆搁定情吼，我相信搁定情要活的机会哦，真好啦。林希敏议员表示，城市中的树木养护不易，何况这些树木已经存在四五十年，而且没有影响到通行空间。为了整修人行道，就要进行迁移，让他无法理解。希望县政府三思。宜兰新闻记者赖福兴采访报道。为了迎接农历新年，营造热闹气氛，宜兰市公所特别举办平安顺心门铁甄选活动，以平安顺心四个字为主要设计元素，并结合其他图腾或符号设计单幅门铁，收件日期从今天开始到12月18号为止，对设计有兴趣的民众可以踊跃来投件。宜兰市公所主办的平安顺心门铁甄选活动已经迈入第四年，前三年得奖的作品也都印成门铁分发给市民，增添过年喜气。平安顺心门铁的设计活动我们已经办理了三年，这三年来我们累积了很好的一个成果啊，我们陆续要来办理啊，也要请我们全国对于美术设计及对宜兰文化内涵有了解的啊这些好朋友们可以共同来参与。透过啊我们这些啊门铁的一个设计，我们啊宜兰市民啊在过年期间都能够将啊这些门铁贴在自己的家里面或者是门外来迎接新年啊，这个让我们的喜气啊可以延续一整年。市长江中渊表示，平安顺心是宜兰市独有的祝福密语，希望全国美术设计高手用这四个字作为主要设计元素，并结合其他图腾设计出具有浓厚年味的门铁。平安顺心是我们宜兰市的通关密语，也是我们的祝贺语哈啊！在这几年的累积成果，我们希望说啊，这种文化好的好特色，我们要继续来流传。我们希望说这一次一样能够获得啊，全国对于美术设计文化内涵有兴趣的好朋友共同来参与，能够将你的作品啊来作为我们这个评审作业的一个啊参与，让我们能够将你好的作品呈现在全国啊或者是啊我们宜兰乡亲的面前，让宜兰可以平安顺心，宜兰永兴。甄选活动从今天起开始收件，到12月18日为止。欢迎对设计有兴趣的民众踊跃投件。平安顺心，宜兰永兴。宜兰新闻记者赖福兴采访报道。再来看到农村再生成果展，今天是在兰阳博物馆举行开幕仪式。成果展以行农、行塑永续发展的农村社区为主题，展现出自身的特色和潜力。展期是到12月4号为止。农村再生成果展开幕典礼，街头份社区以及韩溪社区的妈妈们带来精彩的表演，炒热活动气氛。
农村再生成果展以行农、行塑永续发展的农村社区为主题，由宜兰县经历农村再生的社区们展现出自己的特色与潜力，同时让大家自己动手做精致的纪念品。有40个社区通过农村再生计划，目前正在我辅导办理的有56个社区。那这样的一个社区的一个营造我们主要就是要透过地产人的一个资源盘点跟整合，我们来协助建构那社区的一个产业来增加我们的一个活力。那过去我们办理这样的一个成果展我们都依附在不同的一个活动里面的一个单元。那我们今年特别把它单独抽出来，我们不但要这样的一个来表演来做这样的一个成果展示以外，未来我预定在明年的时候，我们在立博的活动期间，我们来更盛大的一个举办，让全国各地的一个游客知道我们社区的一个活力，让大家知道我们社区有这么多的好的一个产品，有这么好的一个人文跟我们的一个产业以及我们的一个文化特性。农村再生条例从民国99年开始实行，在宜兰县的237个社区当中，已经有40个社区通过农村再生计划，56个社区加入了培根计划，总共有41%的社区受到农村再生计划的协助。而这次的成果展展现这些农村们如何从高龄化、人口外移的危机当中走出来，让农村永续发展，改善农村的生产条件，以及维护农村的生态文化再次生生不息。而展期从即日起到12月4号为止，为期6天，为本县的农村再生历程以及成果写下划时代的里程碑。宜兰新闻记者石世民采访报道。有关社福消息来看到，为了让盛方暨长照中心的长者以及身障者方便外出，人大资讯公司总经理林世英特别捐赠了一台市价180万元的富康车辆，也在今天举行了捐车仪式。盛方暨长照中心今年增设一个日间照顾新据点，可满足30位身心障碍者以及65岁以上长者的照顾需求。但原有的交通车不敷需求，人大资讯总经理林世英获知，二话不说捐出一部市价180万的富康车辆，今天特别举行了捐车仪式，让院方及长辈们是非常感谢。然后爱心不用分宗教，那我一直觉得有能力就多做一点事。那我自己在宜兰也有自产，我想这个好山好水很适合以后来养老。那前提也是因为我几年前我爸爸交富康巴士一直都很难排队到，那我觉得如果有一天我有能力的话，我也会捐一台富康巴士，让这些真正有需要的人可以用得到。这个就是一个因缘际会啦，我们政大的学姐来跟我说，他们在盛方暨这边有一些慈善的活动，那因为我长期都有一些捐款，所以他就带我来参访。那我觉得很棒啊，一个宗教团体能够撇开政治氛围，撇开蓝绿情节，可以撇开本省人外省人，而真正真心的在为这个土地付出，我觉得我们身为一个台湾人就没有什么不能做的了。我们今天就是非常感谢我们那个人大资讯股份有限公司的林世英总经理来帮我们捐布这辆车。那我们这辆车最重要的用途就是为了要我们6楼身心障碍跟65岁衰弱的老人他们每天的一个交通接送。我们也希望说能够把这样的服务除了在南投城这边之外，还有部分的礁溪跟壮围的一些长辈跟失能者也都可以来接受我们盛方暨的一个日照的服务。那也希望讲那以后这个服务会当够较扩大买当为了咱北投城以后大溪咱嘛要搁起一个日照中心到时阵咱会当伫这个北投城会当服务60个是大人嘛一直希望把我们盛方暨安老院的这个服务把社会更加普及。有了这部全新的富康车辆，不管是身障者或是服务的长辈们都能搭乘接送往返日照中心与家中，让家人可以放心，大大提高服务对象及家人的生活品质。而院方也举办祈福祝圣仪式，希望这部载着长辈及身障者的车辆出门都能够平平安安。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
宜兰新闻记者石世民采访报道。还有联记飘香钻关怀协会是由一群爱心人士组成，长期关怀弱势民众，这次也特别捐出棉被给五节乡公所，公所将发送给乡内78位的中低收入户，今天也由乡长简松树代表接受。由一群爱心人士所组成的联记飘香钻关怀协会，在今年9月份正式立案前，是以联记飘香钻的名义长期默默行善，这次特别捐出了全新的棉被给五节乡公所，分送给78户中低收入户，今天由五节乡长简松树代表接受，并也送上感谢状。今天非常感谢咱宜兰县财团法人咱联记飘香钻关怀协会，在咱尤理事长以及咱所有的会员带领之下，今日来关心到咱五家乡中低收入户，和咱78户的家庭，会当来得到因所关心的棉被。我想，领薄薄的棉被内底夹着是满满的爱。即只嘛，借由即届活动，咱要来呼吁到咱社会各界的善心人士。来共同关怀，共同来照顾这些弱势家庭以及咱弱势团体。社团法人哈，联记飘香钻，那我们这次主要关怀的对象就是低收入户独居老人以及这个单亲。那这一次我们接下来还有其他，还有陆陆续续还会推出一些这个寒冬送暖的一些年菜。那目前这个爱心被的部分呢还在募集，请各位善心人士呢能够尽量的伸出你们的双手温暖我们社会的角落。除了五节乡以外，联记飘香钻关怀协会更打算在全县12乡镇市都发送爱心棉被，帮助弱势家庭。希望爱心人士都可以踊跃响应，在寒冬之际，帮助弱势家庭温暖过冬。宜兰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报道。而宜兰家福中心明年1月13号将要在东山火车站广场举办了岁末寒冬送暖活动，邀请县内弱势儿童和少年来围炉同欢。不过到目前为止，只有达到17%的认养目标。家福中心希望社会大众能踊跃捐款，用爱心支持公益活动。家福中心所举办的半年或过好年岁末寒冬送暖活动，除了以往的年菜认养，今年还特别推出年货组以及红包组认养，让弱势家庭好过年。过年我需要一点菜啦、肉这样，小孩子过年一起吃，喜欢吃肉，小孩子。所以家福的年菜你以前有领过嘛，对不对？有。孩子喜欢吗？喜欢吃。我弄热，然后他们会吃。许多企业和善心人士也在今天率先捐款响应，希望能号召更多企业团体挺身而出，用爱心来支持公益活动。在服务的方式比一般有些社会行动是更广、更深，而且更远。那希望各位人民朋友还有社会上对我们1月13号要办这个活动，能够给我们大力的支持，让我们的活动能够办得圆满成功。你可能感谢爆发行动，如果保险人留意，大家会看得到的话，他们也会多一些的这个会拿出来。这个有意义的事情。我们愿意持续来做。家福中心主任表示，到目前为止只达到17%的认养目标，希望社会大众踊跃响应，认养每份1500元的幸福年货组，以及每份500元的红包，让弱势家庭的团聚更添年味。昨天为止，其实我们募款的金额只有达标17%。
对于我们而言，其实我们有些的担心，是因为在去年的同期，我们其实已经有达到30-35左右的一个募款的效率，可是今年是比较慢的。那我们想象应该是前一阵子的选举，确实有让民众的一个关注的焦点是有些的移转。那想说选举已经结束了，希望唤起民众在这个时间点可以记起来，哎，我们开始在有年味了。那如果可以的话，就一起来赞助家福的办年货过好年的一个活动。办年货过好年，宜兰家福报。宜兰新闻记者赖福新采访报道。设立在壮维古亭国小的壮维亲子馆即将在12月底要启用。为了迎接亲子馆的到来，12月1号和2号两天在古亭国小的体育馆将要举办亲子闯关乐活动，包含了纸迷宫、闯关游戏、宝宝爬行等丰富的行程，邀请亲子一起来同乐。两座大型的纸迷宫放在古亭国小的体育馆内，小朋友们率先体验在纸迷宫内四处探索穿梭，玩的是不亦乐乎。壮维亲子馆是利用古亭国小余裕的教室来设立，即将在12月底前来启用，委由圣母护专承办。为了迎接亲子馆到来，社会处将在12月1号以及2号两天举办欢喜斗阵型打给来做会的亲子闯关乐活动。12月1号主要是针对古亭国小妇幼的亲子家长们一起，那活动内容包含纸迷宫、童趣闯关活动，还有亲子游戏活动，然后积木配对、积木配配乐活动。星期天，12月2号礼拜日，从早上的9点到11点半，欢迎全县的0到6岁的家长一起带着您的小宝贝一起来参加我们的闯关活动。那活动的内容包含亲子闯关，还有那个纸迷宫的活动。那另外，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开放7个月到12个月大的小孩的萌宝爬爬乐跟抓抓乐的活动。12月1号的活动主要参加对象是古亭的妇幼，而12月2号则是开放给全县儿童来参与，主要是提供0到6岁的亲子宝贝的闯关活动，包括有纸迷宫、爬爬乐等等，内容丰富精彩，欢迎全县的家长带着您的宝贝来参加。宜兰新闻记者石世民采访报道。在新闻之后，接着也一起来看到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气预测。宜兰地区是多云短暂雨的天气形态，降雨几率为30%，气温预测在18到24度之间。接着看到渔业气象，以上就是今天的宜兰新闻，我是黄竹翰，也感谢您的收看，祝大家平安顺心，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